天灾吗？还是它里面有人的因素？那
过去几年几个部落也提了很大型的国赔诉讼，目前都还在进行中。那这些国赔诉讼之所以要提的原因，基本上也是因为，不管是中央、地方的这个政府机关，全部都否认，全部都否认他们有任何人为的疏失，他们认为这是天灾。那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因为政府把所有的原因都推给天灾，他就没有好好的检讨致灾原因。那我们在诉讼里面基本上有谈到，比如说可能有牵涉到的河川整治、这个造林政策、原住民的这个迁村政策，还有灾害防救，这些都是致灾原因的重非常重大的因素。那我们不要谈这个，就是说五年前发生莫拉克风灾的这样的一个八八水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最近的高雄气爆，事实上它全部的性质都一样。你灾害防救，你的这个做到哪里？然后你对于这个整个住居安全，你的理解到哪边？你的资讯公开到哪边？目前对这个原住民族的部落来讲，他所面临的跟这个高雄是这个气爆的受灾户，其实是相同的考虑。现在今天不是说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五年前说原住民住的地方不安全，安全堪虞，叫人迁到山下，那山下真的安全吗？所以这里面不是单纯的在判读说怎么样是安全堪虞，安全堪虞这个东西要怎么界定？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让资讯公开。你今天怎么让所有的相关资在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来判断，因为这个几千年来原住民族在台湾生存了这么久，还有在地的这个智慧，他知道怎么样选择居住的环境。但现在变成是说政府他制定一个法令，他说哦你那边不安全，那你要搬到山下。今天他真的有资讯公开吗？整个城市的管线安全的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被掌握，其实都不知道。所以重要的我现在反思这样整个几个事件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里面牵涉到就是这个比如两公约谈的这个住居安宁权，适当的住居权，这个 adequate housing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五周年的时候可能可以共同来一起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督促政府要做更多的一个努力。